야기 아니 차와 당도 내게 되지 내가 미 장기 밀랑 요래 야야 디나니 미 가사 리카세 라바부지 religious 뭐라고 다지 출루를 대매 연계 마치지 하지 그 세치마 이 가수다 소소 덴조토야 소만 덴조 소만 다지 레미 레미 잔다 나서나다 마제데 다도와바지 신상보 소만하다 다지 민다지 신도 다도 간다고 그러더니 어 어다 약선 상사대 소리 야게야 저 이제부터 년지 되어야래 나 드네 야 알레르야 지 타르바세야지 가수에 시와장에 대해서 동해 동해에 대해서 간다르지 공판 되는 일 된게 나 드네 타바켈레 되게 내 요래 나 드네 때내제 토어를 차이 주사 아니 저지 셈해 랑 배가소에다 랑데 르당서마라다 랑데 르당서면도다 아르다 랑데 다가다 현대음 도시 제다 간다 아니 랑게 된다디 랑데 두야데 현대 두야데 제제 랑데 두야 처럼 들려 엔다가다 지 현대 두야데 랑데 두야 처럼 제제 다 랑데 도시 둥게 다 너라지 세 다단 자문이 봐 다 도라지 쓰러고 청와 탐지에도 현대 무엇이 두야다 당도 내네 다 타발라 서바다 아니 지 가르쳐 되게 이게 가르쳐 다지 내서 뭐야 무슨 아 되게 做起来 미제시시 아니 현대 무엇이 두야 가르쳐지 做起来 제대로 나 근데 가사 뭐 인도 제대로 뭐 무슨 아이야 되는데 근데 다디 제가 디 좋아디 뭔데 잡지 노미도 사데 좋아데 베 고뇽 무슨 자도와 但现在俺虽然管得这么多，农民都啥的，我在俺那呀，每只农民都缺少食物嘛，这是。俺都上到这，把卡吃的健康，恐怕也就算了。对吧？把这每要不是农民都就缺少食物，说是，养难受的，真这嘛的。但是人家说这这不是农民都啥，叔叔了，去叔叔了也上不当去。做，他叔叔和我都没家属，但之前呢，他不叔叔上不当来这个的，俺那这天来老人家不吃点水米呢。Anda rangsin semje tamje, tenja wajib kuwa dongeng jadu dili kyo tebe, dari jadu dong guen shi lu de mi du, sama dong guai de, ake jup shida de sha su. 所以在这里问到说有没有一个救护者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它有一些复杂，有一些比较大，比较复杂。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世界上很多的人不同，譬如说有许多的人呢，他只想到的是他自己，总是呢是自私自利，想要自己得到快乐，甚至呢不惜为了利益自己而伤害别人，自赞毁他等等。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很多，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那还有一类型的人呢，他具备这种善心跟热忱，他愿意奉献，愿意利益他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他是某些可能是宗教的一些信徒们，所以他们心中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是想要得到的是投身到天界，或者说投身到善道去。那还有一些人呢，他是想要的是得到解脱，自己得到解脱，得到一种极境，离开痛苦的解脱。那再跟一些人呢，他是想要利他的。那这些人呢，他是完全的舍己为人，他将所有想到自己的，只要是为了自己的这一切呢，他都把它换成了是利益他人，而且不仅是今生利益众生而已，他多生多世他都不忘记这个利益他人的这样一件事。所以他完全把像是之前的有些人是只想利益自己的，或者想投身天界的这样自私的自利的心呢，他完全都丢掉了，他完全是想要利益众生，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我们谈到救护者的时候呢，的确不容易说。那同样当我们在听到说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一想说找救护者，你马上就会想说是要去外面找某个人，某个在外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哦。但其实当我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找一个救护者皈依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应该向内来看看自己。其实慢慢的你自己能够成为自己的救护者，同时呢接着你进一步你能够成为众生的救护者。Tak angin tak sahde, unyeh cene jisu, tunggu ni kau ben, jengko ni kau sih tu, mesti sama sih tu, tak na, angin dili jisu.
那俺说，反正咱对了你自己不切，但俺说的，过去过些忙不多啊，过呀都过呀忙不许多啊。那反正咱们说就把这没忙起来了，把这没办法了嘛，我们没办法了嘛，都过去那把这没忙，掌握了了，把这没得当，爸爸就过也不着。现在还是爸爸每个的说，爸爸把儿子的家这个，就大大媳妇，现在把这过也不着。 那你就算了，但爸爸的，我这就是，俺们自己捐的少，那么多少少呢？俺们上学那啷个的，那这那么多少的，或者俺们上老百姓那么多的，捐少了，可了点呢？俺们上少了。再讲，俺当俺做的这，咱俩的这个地方，俺当这，俺说的，捐少了呢，少呢，俺那人家，来了不少呀，还是么多。 当然，今天呀，这日本这个嘞，其实俺做这，说是绿嘞呀，那是不好吃。你把咱俩吃，那你面干做过也吃不赢呢。哦，但这样，这个是免不了嘛。那等给的，等那些别个怀疑那多吃吃就没多。但俺那面干这个，特别这，你把咱俩不，你把差不多也送了，不就那？但面干吃就好多吃，要么就提前的。 俺了就上了当了嘛，到楼上多吃吃的，啷个了多吃吃的，不是免不了。那真的是，他真的呀，就是免之类，就算了。但俺做没的，我第一步要的，第一步就算了。朝外家不当，困住也不当。俺当然先干说的，这个，这个基本品格要嘛的。俺做的呀，让王姑要的。 托单雇要的，这咋办呢？就刚说的，庄里让我当，俺托单先就算了，他庄里托单的，俺当然是就不免个托单，就忙不些了。但真正我们那次呢，俺土生的里边，这地基要么用三个呗，上上边个就俺土生来用的，这就算他老百姓年纪，俺也别就刚说的，来了我们多的，这个。 这个他说的，啊，亲表亲表就错过了，人家还是要的，他做了你休息站要嘛的，哎，那他就，哎，怎么也是咱们这个国家家子女去吃的，啊，他那样，你别这个来人就算了，但我说没这去人家去，他说他没啥的样，我这，我说特别也不认账，路里就也不认账，他这没就没就是给他这，去的这多少钱是吧？ 那这个彭主席就让我吃下去的，他现在就吞住，让我们领个套了呀，那刚才没没用过呢，哎，那这吞住几天了不吃的完了，我那天那个吞个大锅的，怎么领个吞个大锅的，把这吞住的就来，那没这个要嘛，特别的，哎，那我说，把这些，嗯，看些他是再没完了的呢，谁想要嘞？ 咱们也去买了芒果去，嗯，忙起来就十九当通就十九的工具，就是些了，别就当些。甚至芒果去，哎，他说都安逸，拿了去，太阳白，他说的，那么几千把钱什么了，人心给的全部没吧，人中就别给的全部没。等我说没钱，东安的算少，可是有个让我的第一最难钱的，或者两个人的交情也少多，那找不开些就要的，找不开些。 但那下面上给，做不开些就要嘞，那下面上给他开些什么都要嘛了嘛哒，那下上给的到哪地？那下面上给他开些，他得二十多元就给要嘛了嘛哒，那当然是这个这讲话钱，他二十多元就免不了。他这面这边就现在就算了，他本来就加起来就苦，吃上了就什么的，那当然是吞住吞住三的。 这不里的，什么些难的，俺就吃出些其他几个来。他们一般就什么些吃啊，没必要嘞。俺苦又不难了，你呢？搁那就，伢些苦又那样呗，搁那就穿那个人心一点，他们就一点就算。你给他当个多少钱？难怪人家为什么他们就是现在，他的赚钱的速度，是吧？他赚钱的速度，上不了我当了，而且干了好多吧。 这银子银子，第一军在点呢，俺俺说提过钱呗，这什么钱他们就借我了，你借我了，谁还的？
年三百的地基，他说的全部写的，全让给地基，全部支付了地基。他说第三件那件楼主山寨的，他说的，啊那，就要了他，他说他全部写的什么，全部的两个全部的地，这点没我有你就妥了，刚也拆的也不去，东也拆的也不去。这里就啥呢？生前积的，苦呢，他也特别生前人人的马钱呢。他们得了生前积的钱，你有嘛的？生前人人的马钱呢？俺他妈这俺这家里这就什么生意？不然俺说哪不得了？今天多大？当俺这这当年记录的钱，俺这三个生意，这就什么生意？哪么生意开始就？这就几千多了，是不是？俺说说今年没得了，反正跌跌。那你有几多话？这这没有办法，就苦连钱。他上面苦连钱，但等等就甚至长毛，甚至就东西个拿得不起。那等你想那些，别呢，毛的捐少呢，捐少少呢，毛的根本的内容就少用过来。根本的捐少少，根本的根本的内容就少用过来。地位的做的这的，俺说留了那只出名的面干子来就用过来。但因为呢，你看他个想那些，你别别干来卡多卡多多多啊。但甚至是那做开始啊，就土著的做开始啊。他对着的厂子，哎，我说叫你从国外买的，叫偷袭买的，就是啥，哎，那边别的，逮不起了呀，逮谁叫下了？逮不起了，没啥当下了，逮不起了，偷当剩下的那用多。啊，那人就咱哪得看嘞？那这这上面我当过呀，就是这下，那人就啥呢？提军政带呢，甚至继续继续生产着的，努继续呗，他看他力度的，那开什么一把？这里呀，根本的数据要嘛，但这里也别看说一句，多少钱给？那么俺就是根本的几十多，他的毛主席说了，毛主席根本的要的，甚至这里啊，这都从那这里啊，从哪去定的？他根本的这没多啊，加上俺就提过钱不是啊的，他别甚至这里都里啊，从哪去定的？根本的数据多，这捐少少呢？这样别的，趁地的前面给这还没多，就趁地的地都差不多一米呢，这里啊，俺说就谈多了去。他上不堂都烂了，这样就萝卜切土样子，你知道不就够要了？这里就提军政带呢，当了就几个吧，飘飘绿绿的，啥子树都没得了。搞啥？没得就别心里都搞啥？哪里时间他们这个，啷个啷个没就想学死？是啊，他吃的，俺就养的羊都呗，提存大的上不当。这里是老外军政搞的较多，是吧？叔叔个对呢，是面康做过来的，就自己要了吧。他是面康做的，有几码了吧？对吧？他是我做了当的，有几码了吧？面康做过来的，就自己要了。这是俺做的呀，这生前他就听到毛那么叫的呀的嘞，就自己的多的，你说吃不就多的要了嘛？到那都俺是吃不叫的，是生前他们这些人算了，算算这用多啊？他这是不是当说的？他这叔叔就。就一日就没有，就是俺身边他们家的这个老百姓就是啥呢？这钱不了差几百，三百了钱不了这个这，俺说的，你看咱这多大，那这里就大喊大。所以讲到这里救护的时候呢，冯他就想到说一些情况，譬如说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时候，你看到现在的人呢，很多人都需要东西很多，其实上可能他不需要这些这么多东西，但是呢他都希望有这样的东西，譬如说要有一个车子，要有一个摩托车等等。那你会看到有的人就算他没有这个摩托车，但是他还希望说家里贴一个摩托车的一个照片，他都觉得很好。总之呢，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车子也好，电脑也好，它坏了，或者车子说坏了，或者没有油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有一个地方可以救助它，可以修理它，比如说修它的轮胎或者加一些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它坏了，你都很自然能够找到一个能够修理它或者一个救护它的这样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等等。接着呢，又想到说我们自己的身体生病的时候，那个相对的情况就跟去修车厂比起来，医院呢相对的就少一些了，而且更不太容易了。譬如说你没有办法说我生病马上就去某个医院，你可能之前就要对这个医院有一个了解，它在哪里才能够去。甚至再想的多一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众生呢，不仅想要离苦得乐，就是说想要吃得饱或者有衣服穿，不仅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更多的，我们要有自由，要有人权，或者要有妇女的权利等等。但是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救护我们的人，所以的确有一些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呢也并不是很多。那有的时候你看联合国它能够起到的一些作用呢，也只有一点点，只有一些些行动而已。那无论如何呢，人他是有计划有智慧的，他也总是想得出一些办法。但接着呢，我们想到说动物，其实呢在这个地球之前，最早呢比人之前是动物，可以说世间呢是属于这个动物界的。但是我们现在人类呢却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比如说甚至只是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或者为了玩乐，而我们杀非常多的这些的动物，所以造成他们非常大的一个痛苦。这并不是自然发生的，都是人为的。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想一想，不仅是人，这些动物他们有没有救护者，有没有人在关心他们。的确现在有一些素食的组织，但是其实你看看世界上吃素的人并不多的。总之我们的心还可以再放大，你还可以再想，其实我们人类也好，动物也好，人类只是所有的物种当中那么一点点而已，从那么一个小部分而已。所以从整个大环境，整个自然界来看，所以放大心量来想的时候，到底众生的护主，众生的救护者是谁呢？这就让我们想到说，在大乘，我们大乘常常会说我要利益无量的众生，但许多时候只是好像在说大话，好像为了众生，为了自然界。但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实际的，就像刚刚你要想到说每一个众生他会有的这些苦。所以有一句话这里提到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两个利益，一个两个众生出离痛苦，你就无法让所有的众生出离痛苦。所以所有众生有的时候只是空话，你是真正要实际的去一个一个众生的去思维他们的苦，帮助他们。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啊，这就是佛菩萨在嘛，上师们在嘛，这是他们的事情，自己不用做什么，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真正必须要承担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而它并不像是之前的修车厂也好，或者修电脑那般的容易哦，或者你说看上成为一个医院救护生病，也这个也都稍微再难一点。那甚至现在世界上你真的在看多少的这些动物，他们有的时候被这种集体的屠杀，真的你要想说到底谁能够救护他们。那你会看到之前谈到有修车厂，有医院，有很多组织在帮助我们救护我们某个团体，某个人群，某个动物，但是救助所有众生的是谁呢？或许我们自己就该成为那个救护众生的这个组织，这个公司，或许你应该要这样子的发愿来利益他们。这不是在谈到说今生来世的问题，而是真正你对生活中你面对每一个众生的苦的时候，你都能够去面对他，帮助他，利益每一个这个众生。就好像龙树菩萨他曾经说发愿，他的发愿文说，就希望我们成为大地，成为水，成为树木等等，能够成为一切众生的医护，满足一切众生的愿。就好像我们的心是非常大，如同大地一般，大地它不会分什么人是好，什么人是不好的，它是平等的来利益，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愿，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一想到利益一切众生，就变得好像你只是在安慰自己，满足自己的一种发愿而已。事实上你所谓要利益众生的时候，是要想到每一个众生他实际的痛苦，真正去利益他们。Сыном Диеном, Чезы Понедом, но не пенжаном, Бомже Тенега, Носим Бабанчупа, Себе Золенжу, Ванжу, Ващу, Энчам Пенпа, Ващи, Тражим Бондам, Кундосам Бондеян, Дежи, Деда, Кунчен, Чезон, Далов, Ченге, Ван, Деда, Там, Чежам, Дон, Ой, Санчи, Кузунь, Небе, Челам,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岁末除夕特举办观音感恩法会，恭送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前大供、点灯供水、护身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112年1月21日星期六，农历12月30日，时间上午10点开始。点灯祈愿，恭送普门品、佛前大供、五斋感恩蔬食联谊参会。地点：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地址：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之4，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21，0492561321，草屯分会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供佛斋天净护法，前辈香花酥陀果，祈愿佛法永兴隆，法界众生皆安乐。新春供佛斋天祈福法会，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2月1日星期三，大年十一，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良好的修行是要非常诚恳地问自己，我是为什么而生的？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好好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的生和死是同一件事，不能由此而无比。可笑的是，面对死亡，人们是如何的伤心悲痛，对于出生却是何等欢欣快乐，这是愚痴的。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要哭，最好是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哭，为根源而哭，因为如果没有生，就不会有死。这点你能了解吗？死是紧紧地挨着呼吸的。身体呼吸，诸行和合事物有为法，都不属于我们，他们会随顺自己的自然法则，我们对身体的现象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可以使它漂亮一点，暂时看起来动人且洁净，如同抹口红、留纤长指甲的少女一样。可是，
一旦上了年纪时，任何人都一样。这就是身体的现象，我们无法使它做任何改变，但是我们所能提升和美化的就是这颗心。有些人从出生到死亡，从来没有一次觉察到自己的呼吸在他们的身体里进出，他们活得跟自己如此的遥远。你说你太忙，没时间禅坐，那你有时间呼吸吗？禅坐就是你的呼吸，为什么你有时间呼吸而没时间禅坐呢？呼吸对人们的生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释法的修习对你的生命而言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呼吸和修习法是同等重要的。什么是法？无一不是。首先，你会以你的思想来理解法。如果你开始了解法，就会去实践法。如果你实践法，就会开始见到法。而当你见到法时，你就是法了。而且你已拥有佛陀的喜悦。如果你正念的话，一切都会是法的。当我们看到动物在逃避危险时，我们会了解，其实它们就跟我们一样，也会懂得逃避痛苦，寻求快乐。它们也会恐惧，它们对生命的恐惧就跟我们的一样。一旦我们如实来看时，我们会了解，其实所有的生物跟我们并无两样，我们同是生、老、病和死的朋友。只有一部书值得一读，那就是心。
心原本是平静的，一离开这个平静，焦虑和烦恼便会立即升起。如果我们能测见和了知这个烦恼，那么心便能再次恢复平静。佛教是心的宗教，如此而已。为了增长心而修行的人，就是修习佛法的人。用你的心来听闻佛法，而不是用你的耳朵。佛陀说，无论他人有多善良或多邪恶，都只管衡量自己，而别去评论他人。佛陀仅是指点出方法，他说，真理就是如此。当下，我们的心是否也是如此？无常，如果你明白一切事物都是无常时，你的思想就会逐渐地释怀，你就不需想得太多了。不论任何念头何时升起，你只需说，哦，又来了一个，如此而已。任何忽略无常的言论，绝非圣者的言语。诸行随着他们的自然法则运行，不论我们哭或笑，他们仍旧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的法则。然而，没有任何科学的知识能够阻止这个事物的自然过程。也许你会去牙科看你的牙齿，可是即使整治了他们，他们终究会履行自然的法则。最后，连牙医自己都会有同样的问题，一切事物终究都会毁坏。
善行带来善果，恶行带来恶果。不要期待天神来帮助你，或天使和护法神来保护你，或黄道吉日的协助，这些都不是真的，不要去相信他们。如果你相信他们的话，你就会痛苦，你将永远在期待好日子、好月份、好年头、天使或护法神。如此一来，你只会受苦而已。往你的行为和言语里看，往自己的业里看，为善会带来善，为恶就会带来恶。当你做恶事时，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的，就算别人没看见，你势必看得到你自己。即使躲入山洞里，你仍然找得到自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作恶还可以逃脱。同样的道理，你为何看不到自己的清净呢？你要看到这一切平静、烦扰、解脱、束缚，你们得自己看清这一切。禅坐休息。我到处跑，只为寻找休息禅坐的地方。我并没有觉察到它已经在那儿了，我的心中。所有的禅坐，就在当下你的内心。当下的你，内心里就有生、老、病和死的存在。我四处追寻，直到几乎筋疲力竭而死。直到那一刻，当我停下来时，才发觉我一直在寻求的，就在自己的心中。不要去执着禅坐中的幻象和光芒，别随他们一起起落。光芒有什么了不起？我的手电筒就有了，它无法免除我们的苦啊。当你在坐禅的时候，对每一个前来的念头说，这不干我的事。
禅坐是关于心和心的感觉，而不是一件必须追求和挣扎的东西。呼吸在工作时仍然会照常运作，自然自会照料其过程。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觉知，并且向内去清楚地关照，禅坐就是如此。切记，你不是为了得到而禅坐，而是为了舍弃。我们不是以欲望来禅坐，而是以放下。如果你想要任何东西，你永远也找不到的。一旦你了解无我时，那么生命的重担便消失了，你会和世界和平共处。当我们看透自我时，就不会再去执着快乐，而且能真正的快乐。学习以不挣扎来放下，单纯的放下，还原你的本然，没有握持，没有执着，坦然自在。所有的身体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所组成。当它们聚集而成身体时，我们就称它是女的、男的，并给它命名等等，以便使彼此更容易确认。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存有，有的只是地、水、火、风而已。所以，别过度兴奋或被它所迷惑。如果你真正地往内仔细看的话，你将找不到任何人存在。什么是平静？什么是烦恼？平静就是烦恼止息。
如果你放下一点点，就会拥有些微的平静。如果你放下的很多，就会拥有很多平静。如果你完全放下，你就会拥有完整的平静。不论是旅行或住在一个地方，都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是无法在山里或洞穴中找到平静的，即使你走到佛陀觉悟的地方，也无法更接近真理。我们想走一行道，可是如果没有苦，就不会有智慧啊。要等到智慧成熟，你在修行中至少要痛哭三次。实际上，快乐是痛苦的伪装，可是在这种细微的形态里，你看不见它。如果你执着快乐，就如同执着痛苦一样，但是你并没有察觉到。当你执取快乐时，要丢弃它本有的苦性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如此的不可分离，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要认识苦，将苦视为快乐里所具有的伤害，视他们为平等的。因此小心，当快乐升起时不要得意忘形，当痛苦升起时不要沮丧，别让自己迷失在其中，视他们同具有同等的价值。因为欲望，所以爱与恨都是苦，欲求是苦，不想要也是苦，纵使你得到你所想要的仍然是苦，因为一旦你拥有它，你便活在怕失去它的恐惧中，在恐惧中你又如何能快乐地生活呢？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 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要爱物惜物，将多余的食物布施给其他生命或给。